有一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能够赶快免除啊，疫苗能够赶快的寻找出来，还有解药的话也能够赶快研究出来。然后各位请各留一下。病毒的原因哈，啊，金色停了暂停差不多三个月的共修哈，啊，今天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回来了哈，非常好哈，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哈，还是要靠我们念佛的人哈，尽一份心力，哈，把我们念佛持咒诵经的功德回向哈，所以这个念佛持咒的功课是不可以少的哈，那因为世界这个疫情。不会是很严重的哈，他们确诊出来的真的是非常多哈。那我们台湾的状况是比较好一点哈，那我们就是要多做一点功课，回向这个疫情能赶快免除啊，那解药能够治疗的药能够赶快研究出来，那疫苗也能够赶快研究出来，好让这个社会恢复正常的那个状况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共修到这边。我们请起立，面对坛城，我们向智灵慧华金刚上师、历代传承祖师、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护法圣宗及地藏王菩萨一问讯：阿弥陀佛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我们已知，不用收，因为我们已经有放生的共修哈。